尖叫声吗？谢谢大家，今天来到台南，然后会带来几首歌曲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够玩得很开心，看到我开心吗？开心！谢谢你们，谁在尖叫？再大声一点啦！等一下，那个是什么字？公主的吗？ 我也爱你。
这边不爱我是不是？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呢，要送给大家这首歌，是我最近的最新单曲，歌名叫做《我不委屈》。哎呦，歌名是什么？如果已经会唱了，就一起唱好不好？伤心该如何安慰？爱情本来就是不简单的事情。你们好美啊！不言不语，不看不听，安慰的声音。爱情本来就是不简单的事情。可以真的光吃伤心。只是不愿意相信爱已成回忆。我的新歌《我不委屈》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听？太棒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歌《我不委屈》，而且现在又是谁在叫我？你尖叫大一点，我就会听到了。呀、yeah! 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希望大家支持我的新歌，然后现在呢也都蝉联在榜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耶、yeah! ！然后。还有呢，就是先跟大家说个好消息，就是明年，三四月会有我的公主月未眠三场，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的巡回演唱会，还有我的第十一张专辑，同时，哦，只剩下一首歌要录了，明年也会跟演唱会，差不多的时间会发行，希望大家能够搜寻戴爱玲 Princess 爱到我的脸书、IG， 如果你今天有拍到漂亮的照片、影片。或者是想跟我说什么话，欢迎大家就是take 我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《空港》，谢谢。我刚刚有看到你了，我的小板板，爱你，谢谢。心不再摇晃，我再承担，是在寂寞的空港催促着离去的航梦，只能这样删去你的影像，却没有遗憾，这次我很坚强，再有幻想，你的梦不够宽敞，装不下我的泪两行。今夜我就要离航，点亮月光，走进没有爱情的空港，忘掉感伤，我的所有替你圆的谎，不必为。骗得深了就让别人去扛。
有机会可以来这里唱歌给大家，真的一定要多来台南好不好？我也在台南念书啊，其实哦，是哦，对，现在台南就不陌生，真的台南是个好地方，真的应该要常常来好不好？一定要好不好？好，不过我想说，我在请我们戴爱玲在演唱下一首歌曲之前，我是不是呢？哈，也请我们戴爱玲跟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一块的来拍照好吗？哇，那我们麻烦，好，来，麻烦，我们要比什么？谢谢，我们要比爱心吗？还是手？还是耶？还是 OK？ 好，大家说爱心，大家手举起来啊！你们的爱心给我，爱心爱心，让我们看到你们跳动的爱心！哇，我们的戴爱玲刚刚真的，她的歌超好听，你们的爱举起来哦！来，让我看到你们的手。哇，我们一块的来入境，哇，好哦，耶、yeah ，太棒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真的，你的歌好好听哦，一上来之后全场热到不行啊，哈，我也很热，要不是有，就是对对对，就是没办法。脱掉是不是不好吧？我妈妈会骂，干嘛这样？不过今天大家呢，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期待您的这个歌曲了哈。刚刚我们一连听了好多首非常经典的歌，而且还有您的新歌，对不对哈？对，我的新歌。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，我相信大家哈一定要听的，对不对？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特别提到，我一讲到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是谁要来到台上，所以大家告诉我，我们接下来要来唱。什么歌？对的人，掌声欢迎戴爱玲！谢谢，现场每一个都是我的对的人呀、啊！你们要唱出来哦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看到有人手已经举起来了。
是不一样。Yeah.